首章的这个名字叫做吊起这个漂浮物。吊起什么漂浮物呢？我们看呢、啊、这边是有一个鱼钩，然后这个是一坨便便，然后我们可以看这边大概有一个图示，这个呢是有鱼竿来吊起水当中的便便。哇，稍微有点重口呢。那么今天在这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呢？快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吧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宠物新闻，我是主持人李熊郭。首先我们关注一下第一条新闻，近日一只金毛在晨练的时候救起了一只溺水的鸭子，鸭子上岸之后暴揍了金毛一顿，并要求赔偿它刚刚捉到又跑掉的鱼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主持人想提醒大家，其实您可以不要多管闲事的，毕竟鸭子其实会游泳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条新闻，近日我们身边呢经常发生一些不文明的现象，比如说我们的宠物狗狗随地大小便，它们的主人也置之不理。那么本市开展了一场捡狗屎大赛，让我们看一下现场记者发回来的报道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现场的主持人郭金毛。那么你们小点声，你们小点声，我正在主持呢，上电视呢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处在我们钓屎大赛的活动现场了。我刚刚的这两位叫的呢，就是我们的参赛选手，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刘泰迪。大家好，我是豆油桃。两位选手先和睦相处，先和睦相处哦。那么今天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了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参赛的宣言呢？有啊，刘泰迪先说。我是我们狗世界里最文明的狗、我要把我们的狗世界变得越来越干净，越来越整洁。非常棒，非常棒，刘泰迪。我跟大家都很好，所以我也会保护大家的环境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两位志愿者都非常的努力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想告诫两位志愿者，今天一定要努力比赛哦，因为始终自有黄金屋。什么意思？黄金屋始终是由宝藏的机会，不可言传哦。有黄金吗？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两个东西还是不一样的耶。对，你们30秒要换一次，换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哦。好，好，准备开始。好一个美丽的舞。好，两位狗狗都非常的努力。耶！现场比赛非常激烈，非常激烈。一个，两位选手同时都吊起了屎哦。你们正在争取哪一个呢？哇，我们看到刘泰迪正在努力。哇，搅浑整个水，你们要准备要换了哦。是搅浑水。3、2、1。哎呀妈呀，你吓死我了！我们两个人纠结到了一起了。哦，刘海迪又斩获了一坨屎。豆油桃，要我帮你一下吗？准备要换喽！3、2、1，又换，又换，又换，没错。屎呢？屎在这里呀！现在我们看到池中只有两坨便便了。豆牛桃已经打开了第二个了，我不会有四个，我不会是
百通吧，那岂不是跟他一样，就是根本就没拿到一样。哇来采访一下斗牛堂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采访你呢？你有什么想法？现在，我想问一下，一会儿我会吃什么肉？一会儿，软炸肉、锅包肉、溜肉段、红烧肉，你想要哪一个呢？看来这个大赛又是空。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刘太弟，刘太弟，你可以继续打开你剩下的两个，我觉得剩下两个肯定会有。我去忙了。再这空的话，我就不当文明狗了。哎，我们两个来分菜，狗还是要当的。这个意义还是很不错的呀。对，因为我们呢，但是我们不是为了，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吃肉来的，我们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来的。对，我们呢是比赛第二，友谊环境第一。嗯，没错。第三个到底是什么呢？夹心饼干。夹心饼干。这个奖励应该是很不错的。看一下我们，哎，你是不是有一个骨头饼干？对。我觉得你的骨头饼干会更好一些，有东西的，狗粮薯片儿。哇，那接下来到了我们最关键的颁奖时间了。接下来颁奖典礼正式开始。忙，先给你颁奖，你的小饼干，骨头饼干，你的狗粮。小狗是谁呀？这个是你的肉肉。我的肉，我的叉子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要开始吃了。我也想吃肉肉。快点享受你们的奖品吧。我来尝一尝我的狗粮。好饿。哦。啊，香肠好好吃，肉好好吃啊。但是我想提醒一下你们啊，这个奖励呢是鼓励你们可以以后更加努力的捡食，更加你可以保护我们狗狗世界的生态环境，没有问题，不要破坏环境，没有问题，不可以随地大小便，你大完便之后要记得告诉你妈妈给你捡食。但这太有问题了。嗯，那个这届冠军赢得我很开心。我也好开心，我也好。你不是冠军，人家是冠军。啊，对，我四个，我拿了四个。啊，这次比赛的奖品赢了，我很开心。对，奖品你还是比较开心的。下次我一定会为了我们的家园守护环境而做出更多的努力的。我也会，加油！好的，非常感谢郭金毛发回来的现场报道，也恭喜两位获奖者获得了自己喜欢的礼物。保护环境要从我们狗狗做起哦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拜拜。